小心！谁在上面？是我。怎么什么东西都乱吃？这果子要是有毒怎么办？你尝一个吧，可甜了。手臂抬高一些，可以省些力气。我的天哪，这还是我认识的明夜吗？看见了吗？看见，不许看我。 初皇神君怎么也学起继子而来了？藏九小友，此次贸然前来拜访，没有给你带什么礼物。我送你四个字可好？谨记初心。不如我送你一缕神力吧。这缕神力可连接你跟明夜，只要你想，便可跨越时空见到他。所以，那棒晶已是这玉清宫的神君夫人了，是吗？看来我昏迷的真是时候，是我为了你挖出了那颗上古冰晶。明夜战神助你去除浊气，不过是怕他人指指戳戳。 可是你那污浊妖气，于他而言，对内丹损伤尤甚。等你日后妖气郁结之时，来找我吧。大过年的，值得浪费一张。你每年除夕都这么开心吗？以后有我在你身边，我们年年都可以如此开心。叶青羽妖狐，叶青羽是不是要被吸干了？他只是在捉弄叶青羽。我在外面设下法阵，咱们里应外合。 那叫万雷阵，一旦碰上便会搭上百年修为。谭台信，是何是学会这些妖法？你一直都在骗我，竟为了一只妖攻击我。我早该明白，你生来就会如此。是条养不熟、只会吃人的中山狼。你连自己为何会与我成亲都不清楚？是你兑换了我和叶冰城的点心，又设计在游园时吃下了萧凉的点心。 我再告诉你一件事情，那一日我们只是躺在了一起而已。我宁愿承受揭穿残三星石骨的痛苦，也不会碰你一丝一。潘台进，你果然还没死透啊！他会使用妖法，要小心。破！你连抚养你长大的江兰安都可以杀，居然这么在乎这个女人的死活！叶希沃，我不能让你死，只要能活下来，我又何惧来日横死？潘台明朗杀不了我，总有一天。 我会去找他。文漠河自古便是一条凶河，难保水中没有妖怪。你去替谷找找。漠河深处，当真沉睡着一只万年大妖，立刻召集国中术士前往漠河。圣国国运境，警卫没什么不好，听说他们军队驻扎在漠河，对战俘流民都很优待呢。你们所说的景国军队具体驻扎在哪里？ 就劳烦你们照顾好他。姑娘放心，会把他当成亲生女儿对待。从今往后，你就叫月雅了。若你来日想学法术，就拿着这封信去长泽山衡阳宗。我记住了。开始吧。万法焚天，混元化虚。认。没想到吧？又被我给撞了。抓住他。 二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好冷啊，这里是。 你的符纸被收走了，况且这是以月族用弱水炮制的绳索，便是用术法也解不开。所以呢，你来干嘛？是来笑话我解不开绳索，还是来杀了我？旅途漫漫，闲来无聊，找你聊聊天。你不是说过？ 若我想找谁说说话，可以来找你吗？哼，那时是我瞎了眼。
无所谓啊，反正你现在愿与不愿，想与不想，都只能乖乖地坐在这里听我说。你现在心里一定在想，平日里我手无缚鸡之力，为何会吞食妖丹，为何会有一支卫队，这一切又是从何时何地开始的？何时何地重要吗？天下为什么选他选我啊？就是啊，为什么是他呀？好你个谭太监，竟然这样耍我！怎么，你只会弹琴，不会跳舞？不能束手待毙，得想办法赶紧脱手。谭太监，这可是你自找的。待会儿可别后悔。